阮兆祥盼生日同粉丝一齐过。阮兆祥将会于5月20日去到22日喺医馆举行阮兆祥硬食放题栋笃笑，而佢日前就模仿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乘搭美食车去到商台派糖造势。咁祥仔啊，你今次嘅栋笃笑会唔会有政治成分呢？其实话题咧，其实个话题一定会牵涉，而家其实政治已经成为生活一部分啦。你谂下，好似大家每一日啊喺度睇紧新闻又好啦，你甚至最近嘅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都会牵涉到话有政治嘅话题。咁所以我谂呢啲嘢唔少得都要，即系一啲大家关心嘅、有兴趣嘅，佢都要带出嚟讲嘅。但系系咪专登去批判性去讲一啲社会问题咧？我又亦都未必。此外，祥仔亦透露5月23日系自己嘅生日，好希望能够加开多一场，同粉丝一齐过生日啊！我哋而家暫時就話20至22啦，咁其實23日係我生日嚟嘅，咁咧我渴望如果真係嗰三場半鐘我可以加長嘅話咧，咁最後一場就係我嘅生日，咁我就可以同我啲 fans 一齊過我嘅生日啦。咁大家都要成就佢呢個願望。係，我希望今年嘅生日願望就可以一路做過住生日嘅時間，就一路同大家一齊過，咁就最好啦，咁咯嚇。